早上我们从大理古城附近的住宿打滴滴前往龙坎码头看日出。滴滴是无法直接开到观景台的，到村口下车后再坐上当地的嘟嘟车前往观景台，正好赶在日出前抵达了观景区。龙坎码头位于洱海西岸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船渡码头，如今是生态廊道中热门的景点之一，是许多游客会来到的网红打卡地，也把这作为自驾生态廊道的起点。这里也是观赏日出的好地方。这就开始了我们在生态廊道的骑行游。生态廊道是一条专为步行和骑行设计的生态线路，全长超过100公里，穿越多个村落和景点。我们会骑着共享单车到柴村吃个早餐后，再更换其他车辆。在龙坎码头的骑行车辆选择不算太多，如果比较晚到或在旺季时，这里有可能会遇到没共享单车可以租的情况，而且外国人能租的选择更有限，不是每家共享单车我们都能够租得到。经过买了个可爱的粉色太阳花气球陪我们游洱海，来到了柴村这家白族餐馆吃早餐，这里有各种米线、牛肉面、豆浆、油条等经典早餐选择。点了牛肉面、豆浆、稀豆粉，这天刚好是端午节，还点了个粽子来吃。柴村这里就会有更多种车款可选择，满满的共享单车任你挑选，竟然有移动版酒吧可以乘坐。接着决定先租个漂亮的脚车到附近逛逛。那等下还车我是要找谁吗？家里面有人，这边有人，直接来了。对啊，好，他们都不来。接着我们就继续往 S1 的方向骑行。也有不少人选择在生态廊道步行游览，除了骑行步行，也可以选择乘坐观光车游览。再回到柴村归还脚踏车，再更换电动车到 S1 去。
接着我们租了台小哈雷电动车开往潘西村 S1， 从柴村到 S1 的距离是有些远的，在这里骑电动车会轻松不少，也可以体验在生态廊道骑行不同交通工具的感觉。抵达 S1 后，这里的人潮就特别多。若旅行团来到生态廊道，只会来到 S1 这里让游客游览。这里可以租的车辆就特别的多，脚踏车、电动车，真可爱的大黄狗电动车，能遮阳的四轮车都有。还有一个 caramel macchiato， 在洱海面前喝下午茶。接着就在 S1 直接打滴滴到喜洲古镇去。从 S1 到喜洲古镇大约需要30分钟的车程。先走到了喜洲的标志性建筑转角楼。拍照打卡的人也太多了吧。鲜花饼的主要原料是云南特有的食用玫瑰花瓣。四种口味。也可以回答。这个长棍，哦，那长小棍，中棍大棍，长棍，快点跟去。那个市场是哪个？四层肉在地道，你要不要吃？